我们终于到了。4个小时，快累死。嗨，大家欢迎回来，薛汉宏哥。熬过了年初的忙碌，我们今年终于有个国外旅行啦。这次我们要去澳洲雪梨，一抵达雪梨，整个入境的流程超级顺畅。经过了买免税品的地方后，很快就抵达可以自助通关的机器。我们可以直接自己在机器上压护照，照个相，拿到一张入关纸之后，跟着 ticket holder 的指标走就可以了。入关超级快速顺利，还有亲切的海关姐姐。行李的地方还有免费的行李车可以借用，好佛心哦。这次在很多地方都是需要租收费用的，一出关就看到通讯行的柜台。我们就没有特别再找 Optus 的柜位了，就直接在这边买了一个25块5G 的方案，4天来说很够用。店员有问我们要不要加10块，他有一个隐藏方案是35块吃到饱。我们抵达了，终于到雪梨了。坐了多久的飞机？10个小时，真的好累。而且你的后面有一家人，有一个小孩，真的尖叫了10个小时，他很猛，超猛。这边出关很快，因为都自动的，都机器。然后人也没有很多，所以蛮快。可是天气也蛮凉，现在其实穿起来不会冷。对啊，很舒服哎，现在的空气。这边短袖 T 恤。非常好。机场到市区的交通，我们研究完觉得搭 Uber 和大众交通其实是没有差很多的，所以我们一路跟着 Rideshare 的指标找到搭车点。我们现在在等 Uber。对。准备要去我们的第一个饭店。对。我觉得这边的所有的人员，工作人员都超友善。对啊，都是超很友善。遇到的，然后遇到一个警察跟我们讲话，还会放慢速度。对啊，我觉得跟夏威夷差不多。但他们长相跟那个就是也是一个很美国人的感觉，但是友善程度大概是这样子的差别。对，外观看不出来是这么友善，分不出来澳洲人跟美国人，但是态度差非常多。差超级多。对 ，pick up 的地点。Opera House. Okay. And walk, really walk. Walk around all the bay. You can see close to everything, like the famous, famous things in Sydney. Like Opera House, Darra Harbour, Harbour Bridge. Everything you walk in there, you can see everything. Let's do it. You don't have to drive nothing, just walk. Oh, okay. Probably walking, like big walk. Is it safe to walk at night?Oh, here, yeah. It's not Brazil, yeah. Okay. Brazil is not safe. Brazil, you can walk anytime, anywhere with your phone in your hands. Someone will shoot you. Oh, really? Brazil is terrible. Wow. But here, no, here you can walk your phone in your hands, your laptop, nighttime, doesn't, no, that's okay. That's nice. Yeah, it's safe. Oh, someone lose your car. They take it off all the cars. 我们看到的第一眼雪梨大桥。就在我们的 hotel 的正门口，哎，太猛了！一出正门口就看到桥。对啊，赞赞的，走吧，进去 check in。我们住在最高的山，我们今天入住304号房。它的屋顶长这个样子，哎，我们应该是 City View。我们是可以看到桥啊，这样看出去是可以看到那个桥。可以啊，看到雪梨大桥。是没有办法看到那个歌剧院。对，没关系。但是完全可以看到整个桥，不错。雪梨大桥本人，如果在这边跨年的话，感觉很厉害。对啊。对不对？因为这个位置完全就是看雪梨大桥的位置。我现在我们其实这一间我们用那个点数换的，对，换的点数也不便宜，真的把整个5万点都换掉了，一晚上5万。他的抽屉出现一个洗衣袋，是不是？说一下这个省钱的诉求。我们今天住的是哪一家饭店？我们今天住的是上面没有写。Pier 1 Sydney Harbour。 它整个布置很工业风吗？但是用了很多金色的工业风。那副拖鞋哦，居然欧美是不会附拖鞋的。这里面有什么？没有，什么都没有。就保险车一般都有了吧，上衣板、保险箱、熨斗，一下是空的，哪有垃圾桶？你来开一下厕所。你是不是往两边拉？
然后推。两个浴袍在旁边，然后中间是一个工业风的脸盆，这真的不太像那种传统 Marriott 饭店会出现的样子。嗯，比较像商业旅馆，想要营造高级风的商业旅馆会出现的样子。嗯。对，这个装潢风格不是一般 Marriott 的，不是美国 Marriott 那种感觉。嗯，比较用很多五金啦，可是那这个也是做十字的，然后这边也是，这边都是长这样。我觉得很高级。是 Dyson 吗？哎，对。他提供 Dyson 吹风机哦。Dyson 吹风机。有啦，他在营造时尚的高端感。而且他有牙刷。哦，居然。又出现一个欧美不会出现的东西，所以澳洲是有什么东西啊 ？OK， 不错。这个牌子的卫浴很好用哎，而且味道很有品味。这次住宿多认识一个喜欢的牌子。门口一进来还有一个超大镜子，嘿。那我来看这个柜子有什么，上面一定都是一些不能碰的东西啦，就是不要碰就对了。这边就是咖啡吧，有胶囊的那一种。哎，这个不是纸杯，这个是玻璃杯。嗯，有茶，看起来是很多的茶，还有那个代糖。哇，这是一个不能碰的柜子。这可以打开吗？我还是不要动它，里面都是酒。杯子在这儿。它那个杯子在这儿。没错。所以我们刚好在那边看桥。对啊。哎，这里还有热水器耶，也是一个欧美不会有的东西。你在欣赏这个雪梨大桥吗？嗯，越看怎么越觉得它有点小，好像布鲁克林大桥，比较大一点多。我看到了上面有那个你参加 tour 的，爬那个桥的。哦，看到了，参加爬雪梨大桥 tour 的人就会这样子啦。但我记得它超贵，我忘记多少钱了。嗯，好像一两百块，就是一个我们看完价钱觉得哇，真的贵的价钱。听起来还好，只有他们一组人哎。那时候查资料看到会有很多人在上面看啊，一对一对的。嗯，他会带我们去一些什么，跟雪梨歌剧院拍照的位置，但真的是很贵的一个行程，就这样走一圈桥。因为上面是算蛮一个制高点，所以可以看到整个雪梨市区。但太贵了，所以我们也在附近走一走也可以。我觉得我衣服完全带错，我带了去意大利穿的厚母衣，但是我觉得外面好像穿我现在身上这样就可以了，穿很轻便的短袖加一件外套，好像就够了。对，其实短袖加外套就够了。对，好像是不需要。我要被热死四天了。没有，他后来两天晚上都觉得凉。准备入冬的雪梨晚上大概到14度，阴天时更冷。休息一下，这个床都没坐。可以。很累哈、哦。对。你有睡着吗？我大概睡不到一个小时。那你要不要睡一下？因为我那个位置，平常都坐靠窗，刚刚坐走道，我习惯都头靠在那个墙上，没有东西靠就睡不着。嗯。应该有睡一下下，不到一小时。还是要睡一下。都可以。它好像是一个 pier 一个 pier 吧，一个港口一个港口。嗯。我们刚从我们的饭店大厅通出来，到这个 pier 这边。直接饭店后门就出来了，港。嗯。可以看海景。对啊，这应该是海吧，还是一个港湾？反正就是雪梨歌剧院旁边这个地方。是海。哦，好，这边可以下去照相哎，我们过去看。哇！哇！这是我们的面前，很大哎。角度还不错。看到了吧？雪梨歌剧院。嗯，看到雪梨歌剧院啦。第一次看到它。第一眼雪梨歌剧院感觉如何？很普通。
现在是晚上。其实近一点看还是蛮漂亮的，刚刚太远了，刚刚看起来小小的。嗯，近一点的应该会有个好大的感觉。他的本人呢，我们一直都在新闻上看到他，第一次看到他的本人。我们明天还要来找他。对，我们要走过去看他里面长什么样子。蛮漂亮的，嗯，还蛮大的其实。对啊。应该真的到他下面去看了，就更大。刚刚远看觉得有点小。嗯，不过我们要去达令港是反方向，我们先回头去达令港好了，因为明天就要去雪梨歌剧院底下。我们做功课的时候也有看到可以坐类似这种船，嗯，去看雪梨歌剧院，然后看夜景，顺便吃晚餐。对，还会含晚餐，然后可能是2个小时左右的行程，嗯，然后绕着整个港边一圈这样。我们还在评估有没有需要去啦。这两天再看看，需要再订就好了，那个订都很快。下一集我们要抵达港边，参与 Vivid Sydney 的灯光节点灯开幕，正式开始大玩雪梨啦！记得订阅，我们下集见。